有啲時候，中咗拳，中咗心口，係有啲難呼吸嘅，但係全場打氣嘅時候都可以繼續頂得住，繼續向前頂硬上，好享受今晚呢個比賽，每一個回合真係好盡力去諗翻自己。 自己喺訓練嘅時候，有啲咩係最應該要做嘅？喺比賽嘅時候去盡力去發揮出嚟，要享受比賽嘅過程。